有人说，越在乎越假装不在乎，越放不下越假装放得下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佯装，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，再把表面装饰得波澜不惊。殊不知，真正的放下是不动声色，顺其自然，是不会不断想起，更不会刻意忘记。好比角落里的灰尘，遗忘在不知某处的衣服，垫桌子的旧报纸。太阳照常升起，也如常落下。你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很好，突然发现自己很久都没想起旧人了。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·魏格纳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要求一组志愿者在实验的过程中，不要在脑海中